当然，以下是2023年10月狮子座的星座运势。请记住，这仅为一般性资讯，可能不适用于每个人的特定情况。爱情和关系，2023年10月，狮子座，你的爱情和关系方面可能会经历稳定和温馨的时光。你的自信和魅力将吸引人，特别是你的伴侣。这是加深感情联系、共度时光的好时机。如果单身，可能会有机会遇到一个特别的人，但也要谨慎行事，不要急于投入。维护开放和诚实的沟通对于保持关系的和谐非常重要。事业和财务，在事业和财务方面，十月对狮子座来说可能是有所挑战的月份。你可能会面临一些职业上的压力，可能需要处理一些重要的工作事务。请保持耐心，不要过度承受压力。财务方面要谨慎管理，不要过度花费，尽量节约资源，以应对不确定的情况。健康和福祉，狮子座，请特别关注你的健康和福祉。在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之间保持平衡是至关重要的。确保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睡眠，并注重饮食和运动。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挑战。总的来说，2023年10月对狮子座来说可能是挑战和机会并存的月份。保持冷静、信心和积极的态度，并照顾好你的身体和情感健康。请注意，星座运势仅供娱乐和一般指导之用，个人经验可能会有所不同。只有给予快乐的人，才能享受更多的快乐。订阅和点赞就是忠诚度，